天真寻生活一成不变，竟然离家出走了。天真，你不要这么冲动，求求你。要说他自己的旅行，应该就是女主人啊，大概是觉得这个房子看久了会腻。他们能想出什么妙招挽回天真的心啊？今天晚上10点，请锁定真真高兴见到你。